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我爱发明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丁希。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，欢迎彭老师。彭老师，您是老北京人了，那这糖葫芦您肯定没少吃吧？应该说小时候吃的是比较多的。是啊，那个吃起来呢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特别爱吃。哎呦，您这么一说，我这牙都倒了。而且呢，我后来啊，我对这个糖葫芦还做了一些研究，自己试着去蘸。您还自己做过糖葫芦呢？对，红果搁里头这么蘸，再拿出来，当然是失败的了。哎呦，还失败了，有成功的吗？不好说，因为吃还是能吃，没有人家那个样子。这个做起来还确实是挺困难的，挺麻烦的哈。对。你看这个糖葫芦啊，大家都这么爱吃，从传统的糖葫芦的做法，一直到现在五花八门的新吃法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随我们的记者呢，一起去糖葫芦之乡，咱们去那儿啊，看一看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我爱发明编导唐北子。我今天来到的地方呢，是位于河北省任丘市的大树刘庄。这个庄呢，因为人人都会做糖葫芦呢，被誉为中国的糖葫芦之乡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，就是想了解一种糖葫芦的衍生物糖雪球的制作奥秘。下面请呢观众朋友们随我一起去进庄看看其中的奥秘。哎，师傅，您好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下。啊啊，您说。听说你们这村是那个糖葫芦之乡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没错。你们这村有多少人口啊？人口5000多人吧。5000多人，有多少人会做糖葫芦？糖葫芦就得差不多90%了。90%都会做糖葫芦。多一半，对。我听说这两年又新出了一个品种叫糖雪球，是不是？啊，是。会做的，也不少，但是做好的呢不多，因为它技术掌握的比那个糖葫芦要难得多。难得多，听老乡这么一说啊，可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。顺着老乡指的方向，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个难法。话说这个地方不愧是糖葫芦之乡，没走多远碰到个小伙子，一打听刚好是跟着师傅学做糖雪球的徒弟，了解了记者的来意，就带着我们直奔他师傅那儿去了。这就是我师傅。哦，这就是您师傅呀？对对对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您好。我是我爱发明栏目的。哎，欢迎欢迎。怎么称呼您啊？我姓李，叫李贺州。我知道你们这儿的人都会做糖葫芦，这跟糖葫芦比起来哪个难啊？这个比糖葫芦要有难度多。那你们村里他们说人人都会做这个糖葫芦，那能熟练掌握糖雪球的有这样的人占多少啊？那个也最多能占一半吧。炒糖雪球的原料非常简单，就是水、糖还有山楂，刚好师傅要现炒一锅出来，我们也就得这个机会一探究竟。糖放了很多啊。对啊，得根据你炒多少。现在我看你这个放的糖也就是水刚没过糖的这个样子是吧？对。如此简单的原料，但在这个几乎人人都能做糖葫芦的村子里，真正掌握制作糖雪球技术的人却不到一半，那它到底是难在哪里了呢？主要就是在火上。火候的掌握。对。那怎么能知道它火候合适了呢？这个就分好几种，室外和室内这糖的颜色不一样啊。就是光照不同，它颜色你们的判断也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在屋里的话，开灯光和不开灯光，这又是一个效果。然后根据糖的气泡。啊，气泡的多少？对。别看就是简单的熬糖，不是烧开了就可以下果子进去炒的，需要对它的颜色、气泡乃至粘稠度等等进行综合的估量，才能判断出最佳的炒制火候。这可是非常考验师傅的熟练程度以及经验技巧的。眼看着糖泡沸腾得正欢，这个时候师傅却把火给关了。您这么着急关煤气，那再多熬一会儿不行吗？那就不行了，关键时候就在那几秒钟。关键时候就下锅的时机就几秒钟。对，接下来就直接把这个山楂倒进去吗？还得等会儿，糖现在太热了，直接就要不就把那个原材料烫熟了。糖按照经验熬到火候了，可是还得晾一会儿，晾到什么程度也得根据经验来把握。它成型的时候就那十几秒钟。那你就是一直做这个东西，注意力就得高度集中。对，就得入锅了。现在就得入锅了，不能再搅两下吗？不能，再搅就不行了。啊，这么讲究啊？对。哦，要用两个
铲子一块铲。对，这你上次说的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步骤搅拌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步骤这个弄不好也不行。也不行。对，这糖雪球从头到尾做下来，好似过五关斩六将一般，每一个步骤都能决定它的成败，绝对不能有丝毫马虎。这就是做的成功的一个糖雪球，是吗？对。它的标准就是裹得比较均匀，上面都是糖。对。做不好会是什么样的呢？火候到了，直接成一团，掰都掰不开了，分不开了。这个都是一个一个的嘛，这个。啊，对吧？那火候小了呢？火候小了，根本就成不了型，沾不上糖。就是上面就是光的，对，没沾上糖的。那既然这个关键是火候，有什么机器来做糖雪球的吗？现在成型的没有，但是我有一堂哥，他现在呢研制两年了，研制这机器。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？哎，可以。离这儿远吗？哎，不太远。那行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行。一听说有人在研制代替人工炒制糖雪球的机器，不由分说，我们的记者就拉着刘师傅找了去。哥，我带着电视台的来了，他们想了解一下你的机器。哎，您是，你怎么称呼您？您叫？我叫李亚洲。您是李亚洲，你这是您研制的？炒糖雪球的机器。发明人李亚洲，发明项目糖雪球机。李亚洲1980年生，初中毕业后就随着亲戚朋友以卖糖葫芦为生。几年前，糖雪球作为一个新项目渐渐流行起来。糖雪球又名糖炒山楂、糖球果，吃起来不会粘牙，而且不会太硬，山楂也达到了60%的程度，外皮香甜，内里有果酸味道的糖雪球可谓久吃不腻。而对于李亚洲来说，糖雪球的利润远大于糖葫芦，让他从中看到了商机。我是做糖葫芦的，那前几年呢9个新项目都朝糖雪球卖。哦，这是新项目，糖雪球是吧？糖雪球卖，我跟别人学这个技术了，学技术我回去我也卖，然后我呢炒三锅呢成一锅。30%的成功率，也就意味着忙活了半天，不但挣不到钱，还要赔上本钱。这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？为了降低成本，减少浪费，在这个火起来的新项目上真正挣到钱，只有初中文化的李亚洲走上了研究糖雪球机的道路。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琢磨研究，一个成型的机器还真让他给鼓捣出来了。李亚洲研制的糖雪球机由温控装置、滚筒、电机三部分组成。首先在滚筒中放入水和糖进行加热，当温度达到预先设定的火候点时，温控装置自动报警，然后倒入山楂，滚筒由电机驱动自动搅拌，搅拌均匀后倒出晾凉即可。那么看着挺简单的机器，究竟能不能做出糖雪球来呢？我看他以前这个远远不行，跟我人工的差多了嘛。他最开始研制的时候你觉得跟你差多了？对。你觉得现在也不一定？现在肯定也不如我们人工的。听堂弟这么说自己，李亚洲可不干了，立马要现场炒制一锅，好用事实来证明如今机器是可以的。好，先把水放进去。啊，现在是普通的白糖，就普通的白糖。啊，普通白糖就可以。熬一会儿。哦。那等会儿你也看看，你觉得火候到没到？和它这个温控器比一下，看看谁准确，好吧？行。能让糖雪球成型的温度区间非常小，所以精确把握温度很关键。人工师傅通过经验来观察，而李亚洲则只需听从温控报警器的指挥。到自己报警。您看现在这个糖浆的颜色怎么样？够吗？时间？不够。不高。对。这个一般你觉得这样得加热多长时间？这个根据火候大小。你们怎么为什么炒的时候也不用什么一个温度计啊什么？哎，这么快就好了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行的，现在。肯定不行嘛。那您觉得这个型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稍微是稠点，要稠一些。对，这气泡是不是也不一样啊？对，气泡比这多还是少啊？比这多的。哦，我觉得可以炒了，先汤先凉一下。哎，人家觉得你这温度不够呢，火候不够呢，你还让汤冷却一下。啊，这是必要的步骤。这汤太热，容易把这皮也烫熟了。哦，这就转起来了。啊。哦，您这上面还有个风扇。
加速它冷却，加速它冷却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桶旁边已经能感觉到这个热量已经吹出来了都。这转了两圈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太稀了，再炒不起。炒制了半天，按理说应该已经发白的糖雪球依然是透明状。刚才还有信心的李亚洲有点坐不住了。就这样，再转十圈，它也成不了。你觉得成不了？对，再转也成不了。不过现在这颜色看着挺好看的，晶莹透亮的，像做的那个糖葫芦。炒糖雪球应该是白色的那种，现在这个晶莹透亮就不行了。这是反而是不行了，不好的。这好像现在像一锅拔丝了啊。对，火候软就这样，成不了。火候软就成这样的了。对，成不了型，出锅吧。出锅不行了。虽说延长了炒制时间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型，这让李亚洲很是沮丧。啊，手一碰就粘手上了。啊。啊，揭开都粘一块了。啊，这都粘手了。这正常的是不粘手。不粘手，这必须得。啊，你全粘手上了。这刚一摸就粘一手，看来的确是不成功啊。那么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？炒一次它这个山楂就七八成熟了，然后你第二次再炒这个皮还已经烫化了就。嗯，对，这个破一点皮都化。眼看着炒了一锅的山楂以失败告终，而且还在本就不相信他机器的堂弟面前丢了面子，这让李亚洲的心情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境地。表面上不善言语，心里却暗暗憋了口气。我再试一锅。你再试一锅啊。这个是不是得调整一下啊？我说再调一下。看这白的，上一锅明显是火候不足造成的，所以李亚洲对温控器进行了调整。既然是火候不足，那么这次就把火候给足了，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？李亚洲这一次似乎谨慎了许多，经过调整之后的温控器能给出一个正确的温控点吗？我看这里头一堆泡了，比刚才多得多了。还得等会儿。冒这么多泡还不行？现在也快差不多了，这样。行，这会儿放就是最合适的。哦，您说这会儿放是最合适的？对，这会儿是正好的。那这李亚洲先生，您这温控器没报警啊？您觉得呢？我觉得还得等。你听温控器的。又到了意见不统一的时候，还记得刚才李和周师傅觉得火候欠，但温控器却报了警。这次反过来了，但李亚洲却依旧选择信任自己的温控器。行，这锅汤又完蛋了，肯定做不成了。啊，不行了，这就对，就这么几秒钟就不行了。对，你到现在温控器没报警呢，我是信您的还是信温控器的？你觉得哪个准？肯定是我的经验准。能不能炒好糖雪球，温控是关键。然而黄金火候点往往就在那么十几秒的间隙之中，在距离堂弟推测的火候点过去了远不止十几秒的时间后，李亚洲的温控器才终于鸣叫起来。行了，这回报警了，您觉得这回没问题？我看着没问题了。没问题，相信您的温控器。您呢？肯定不行。肯定不行。对，一个对自己的经验胸有成竹，一个则坚信自己的温控器，到底孰是孰非，只有等到糖稍微冷却真正炒制之后才会见分晓。超过60度了，这个也不太往下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一会儿直接就成一坨。这个得倒出来才能看出来，是不是？对。但这会儿我看搅得不匀，你看底下的那个。对呀，裹大了就这样。裹的糖浆特别多，上面的没什么，没什么糖浆，跟上次的明显不一样。对。记者虽不是业内人士，但也看出了其中的不一样。李和周师傅也觉得火候过了，那么这锅还能成功吗？怎么样，那个李亚洲先生，我拿一块看一眼啊。这个一定要全粘一起，分不开了。每个人家要买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必须。对对对，一般都是一个一个。这就是火大了。对。而且这一锅不匀，你看有的都对、啊、这样的。它火大了，粘一块了。
就粘一块儿，这也没法卖。对，那个火小了，就是它那个皮是软的，你手一碰，对，就掉了。黄老师，这看着挺简单的事儿啊，做起来还挺困难的。你看火候欠了或者过了都不行。掌握黄金火候是非常关键的。哟，那这黄金火候的技术点，您给咱们支支招啊？因为我也不做这个，但是呢，我考虑，一定要让这个糖的温度啊合适。你要是温度高了不行，温度低了也不行，那要根据实际的去试一试。因为我不长期做这个，我谈不上经验，这只是我的一点感受。哎，眼看着两锅都没有成功啊，真是替发明人捏把汗呢。那么我们的发明人可不可以做出真正过关的糖雪球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眼看着两锅都以失败告终，真是让人心灰意冷。可是有着一股子倔劲儿的李亚洲，一心就想把这丢了的面子捡回来。而且他始终相信，经过调整温度区间，自己一定能做成，硬是要再试一次。那么经过再一次的调整，能成功吗？行，来拿下来吧。应该您看着这个温度怎么样？现在这个样子，看着这个应该可以了，差不多可以了。对，啊，这就符合你的这个要求了。嗯。人工判断和报警器终于一致了一次，那么这次炒制出来的糖雪球会让人满意吗？这铲子发了点儿太快。有点桶也可以成型，但是时间比较长，是吗？对。就它这个首先不像上次一样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没有这样的情况。对啊。因为这火候到了。你觉得火候到了，这回就正好。对。您觉得呢？我觉得也行。啊，您这三次都说行了，那还得看看。啊，这回没有粘成大块的。都能分开了，粘不到一块。这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，是吧？对。都能分开了。糖吧还有点厚。糖有点厚。对。而且吧，这炒的时间那个时间太长了。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咱俩比一下，看看谁做的快，谁做的好。那也行，肯定不如人工啊。李亚洲眼瞅着是炒制成功了的，但是一旁对手工炒制效果自信满满的堂弟又提出机器速度慢，而且品相不如手工炒制的。听到这样的质疑声，李亚洲心里不痛快，口说无凭。第二天就要和人工炒制糖雪球较量个高低。这不，一大早机器和人工炒制的用具都已经全部备好，两边各一筐山楂，最终看谁的速度以及质量能更胜一筹。二位，我看大家把自己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啊，都准备好了。糖、山楂、锅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那您怎么样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有，一定有，一定赢他。那质量上呢？质量上，咱炒出来再说吧。您呢？他这个肯定不行啊。昨天试那么多次都不行，对吧？啊，就最后才行了。对啊，速度、质量肯定都不如。都不如，你肯定能赢他。对啊。那咱们比试一下看看。行。大家准备，点火开始吧。号令一发，两边都迅速行动起来。一边是已经可以做出成功糖雪球的机器，一边是炒制经验丰富的人工师傅。看似不分伯仲，但既然是比赛，一定有高低之分。但是无论哪一方，取胜之心自是必然，因此都丝毫不敢疏忽。这个一直必须得观察着，是吗？对。那现在看这个怎么样了？现在真的不行，不行了。您这儿怎么样？往里面整个小包子。您这次温度控制器调整的合适吗？合适，一定不会出问题了。一定。好，那我看到这火候就行了。由于在室外火苗受风力影响不稳定，因此虽说是机器炒制，李亚洲还是要不停搅拌一下，防止火力不均造成的糊边。看来这第一锅刚开始炒制就不怎么顺利。那么人工一边情况怎么样了呢？怎么样啊？我看您已经看这个拉丝情况了，是吧？我们这就行了。已经可以了，能炒了。您这儿糖都焦了，我看还没报警呢。再看看吧，等着报警了，咱再关火。等着报警再关火啊！但是您这个不会火候过了炒不好吗？再看看吧。哎，您这报警器。说话间，李亚洲的温控器终于报警了。啊，你这一直没响，我还以为你这报警器坏了呢。我
刚才也有点心虚。刚才加热的速度比别人慢，你觉得最后寒能速度上赢得了人家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现在我开一下开关，然后我这个凉的快。机器滚筒可以自动旋转，外加一个散热风扇，总算是把前面落下的步子追赶回来了一些。两边几乎同时炒制，只见李贺洲这边两个铲子齐操作，很快将糖均匀地包裹于山楂的表皮外层，糖色也随着不断翻炒逐渐泛白。而李亚洲一边随着机器的滚动，糖也均匀附着于山楂的表面，就是这颜色好像和堂弟炒的不一样。那么这第一锅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呢？人工一边最先炒出了第一锅。人家那都炒出来了，这开风扇转的快。你还是没人家的快。这个也可以出锅了。现在可以出锅了。出锅了。眼看着对手的糖雪球已经完美出锅，李亚洲也有几分着急了。虽说他的出锅时间没晚多少，但是这个品相颜色明显不及人工炒制的水准。现在有点风的，别人都糊了。您觉得是风的事儿啊，不是您机器的事儿。行吧，您这锅加进去，看看能不能追上人家。李亚洲将问题归结于火力不均，那么接下来的比拼中，他能否做出调整，扭转局面呢？而此时，堂弟一边，第二锅糖已经熬制的差不多了。自动糖雪球机能否战胜人工师傅，做出让人垂涎的糖雪球来呢？面对苛刻的薄皮西红柿挑战，它又能否炒制成功？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糖炒雪球。现在又可以放山楂了。现在这不还有点透明吗？一会儿让它稍微发白了。稍微发白了就可以了。对，人家那边都开始晾那个糖了，都快差不多了。您这儿，我这还得稍微等会儿，还得稍微等会儿，稍微等会儿。我觉着，就夹着我这上一锅不是边上糊了吗？啊，哎呀，行了，好了，正说着好了，关火了。李亚洲的糖刚熬好，堂弟的第二锅就已经下锅开始炒制了。您都炒的差不多了，我现在这个可以往里头找了。反正速度是比别人慢一点，但您觉得这回火候控制的怎么样呢？火候可以，火候可以，可以。而此时，堂弟一边的第二锅已经炒制完成，依旧完美。我来拿一个看一看，这基本上面就是干的了，也不太粘手。对，这就没问题了。没问题了。那您觉得呢？它这炒的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轻描淡写的一句“还行吧”。看来还有点不服气，那么他这第二锅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呢？就都弄出来了，都弄出来了。你看您一直在那看着，你看他这炒的怎么样？这肯定达不到我这个任务。哦，您拿一个您刚做的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对比一下。我这已经板了。啊，是颜色是不一样的，对，硬度也不一样。对，其实我这个稍微晾一会儿，跟他那个就一样了。虽说这次颜色上和人工炒的还是有点差别，不过比第一锅好了很多。目前为止还是人工一方占有优势，但是人工炒制的时候需要聚精会神，不停观察，才能准确把握黄金火候。而李亚洲一边只需听从温控器的指挥，比较清闲的他在机器加热糖浆的空隙还跑到人工这边来取经。我自个儿的这个技术稍微差点，我这看看他们怎么炒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觉得这次能炒成功吗？能。那在机器晾糖的功夫，堂弟这边的第三锅已经开始炒了。果然是经验丰富的师傅，连着三锅，锅锅都不赖呀。好，这锅又炒完了。对，基本上一次成型，看手上也没沾什么。您这满意吗？这个绝对行了，这个现在就可以吗？机器这边的山楂也下了锅，正在炒制过程中，一边前来打探的堂弟却对他提出了质疑。火候不到，刚才您这个温度控制器你也没调整啊，怎么这户这个他们觉得就差点呢？不可能是这温度的事吗？你也说不太清楚是吧？我说不太清楚，他这样也成不了奖，结果失败了吧？算了，你这个不行，您还不想比了？
对，没必要了，我人工比这个已经，我那个锅锅成比这个快多了。也没调整温控器，怎么这一锅就彻底失败了呢？糖雪球没能做成型，比赛不得不终止。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？之后的日子里，李亚洲痛定思痛，趁别人做糖球时经常偷偷观摩学习。一次他用测温枪测量熬糖温度时，无意中发现糖浆表面和糖浆内部有温度差，表面温度受环境影响大，而第一代机只测量表面的传感器，很难反映糖浆内部温度，这就是一代机失败的根本原因。找到了源头，据此他进行了改进。研制成功后，发明人赶紧给记者打了个电话，邀请记者赶快来看一看。哎，你好，李师傅。哎，你好，唐队长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您说您第二代改进好了是吧？啊，改进好了，这改成电加热的了。电加热。哦、这是一个加热的，加热就像咱们用的那个热的快似的。对。电加热器。电加热器，然后照了液面里头，它这加热均匀。上次那个人机大战咱们说了，你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控制，它这个温度不太精确，这误差太大，换了精度高的了。那么，这新改进的机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先来试着炒一锅，这次将之前的煤气加热改成了电加热，加热棒直接深入液面内部，使得火候更加均匀。我也上次学了点，这有泡了。对，看这个拉不拉出丝儿，已经挺粘稠了，是吧？对。哎呀，啊，行了，这就响了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它报警以后，你看它直个它就断了电了。哦，它不响了就已经断电了。啊、哦，这就行了。啊、哦，这个亮圈吧。两圈就行了、哦。这现在都是有固定的数的。对。怎么稍微亮的快了？但是我看这回有一个跟上次加热有个明显特点，就这回的好像边没有糊的地方了。啊，没有，你看这糖都是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个。啊，你看这糖多白了，因为咱这个加热锅嘛，它这个四周都是液面，糊不了。虽然没有上次糊锅的情况了，但是真正炒制出来的效果会如何呢？还是个未知。还真有这种事儿，哦，说明糖熬的正好。在滚筒转动了七八圈之后，包裹在果皮外壳的糖色逐渐发白，看来这一锅是成功在望了。啊，咱们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？这我看看，基本上已经不粘手了。啊，这个再放一会儿就硬了。现在已经基本上出锅就基本上硬了。你看比咱第一代白多了。效果确实比之前好了太多。有了底气的李亚洲决定再去跟他堂弟比试比试。啊，现在都卖着呢，咱超市里头卖着呢。啊，他在超市里卖糖球呢，就是。啊、对，咱明天要不找他去？行，你带着机器去跟他比试比试。行。第二天，李亚洲就带着记者来到了堂弟位于商场里的店铺前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那第二代机弄好了，我找你比赛来了。行吧，你那个肯定行了，我这第二代机我研制了好几个月了。能比吗？那也行，等我忙完了啊。那咱们到那外面的广场上行吗？今天不是下雨吗？外面广场上不行吧？哦，外面下雨都不行。对，那室内。行，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我做完这个。中午是正忙的时候，不过李贺洲还是在忙完之后决定和堂哥的机器较量较量。怎么样，您今天有信心吗？有。今天一定能赢吗？肯定能赢。二位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始。这次的较量，每人面前一盘山楂，同样看谁做的又快又好。就是这锅第一次用，稍微得早一点。那你能赢他们几天？没问题。会做失败吗？这个失败是很少。他孩子加热就这么快多了。那怎么样？能赢吗？这个？看看吧，炒完之后再用能不能炒得快。一个加热快，一个说自己炒得快，那么这一次的较量，谁能抢占先机呢？今天这天气就得稍微让它火大点，要不干不了。跟天气还有关系？对，肯定。要不它成不了型。这就完全凭经验了，这种特殊天气情况下。由于阴雨天气湿气比较大，对火候的把握要比以往更难掌控一些，人工靠经验去判断，但是对机器来说
应该更具考验了。我看他那还糖浆都没熬好了，你这就开始了，怎么样？炒出来这感觉？应该差不多。不太行。不宽，也不均匀。不是很均匀，炒的不太好。你觉得质量不行？啊，那个不，它都没粘糖了。哦，有的地方都没粘上糖。它边上都没粘上。这是火候的原因。哎。说话间，机器一边的糖已经熬好，那它能在潮湿的雨天环境下炒出成功的糖雪球来吗？那今天你不说他们说潮气大吗？那能行吗？能行，那肯定没问题。看来李亚洲今天信心很足啊，可是人工一边的第一锅却不怎么理想。这锅太小，火多了，它弄不匀。这锅少放，少放点，对。那你这样的话，最后还是比他慢了。每次我这样速度快，你炒的速度快，多炒两分钟。啊，行。此时，李亚洲的第一锅糖雪球也已经炒好出锅了。你看那个黄渣都匀多了。而人工一边第二锅已经即将出锅。你这锅炒的又还又不怎么样？怎么还炒了？炒的有点火大了。你觉得火有点大了？啊，这种天气只能这样。啊，这是天气的原因。要是火小了会怎么样？反正你俩穿一个劲儿炒，就得炒半钟头，感觉这一捏能。火大了。我跟上一锅差不多。我是掌握根据天气掌握。你根据天气掌握。不然化的太快了。都这样，那怎么卖？没有。你就开始拆他的台了啊？那是卖不了的。那您那儿呢？我看我这个怎么捏的都不刮碎的。哦，是。卖相是比他好，而且很均匀。嗯。人工一边第二锅虽已出锅，但果不出所料，由于火候大了没能成功，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。这第三锅还得再调整，机器炒制的时间要慢于人工，但它一锅炒制的容量大，因此速度也未必见得就慢。人工一边在炒制过程中要不断搅拌观察，而机器一边则显得清闲许多。在人工加紧炒制的过程中，李亚洲还有闲情逸致拿个果子玩味品尝，您可别光顾品尝忘了锅里的果子呀。糖放的有点多了，好快，但是不影响炒豆，可以放里的，第二回炒就可以放里的。是，还行，基本上行。除了这一块，确实这一块会做第三锅，就全部做了是吧？对，行。这回觉得炒得怎么样？那个就行，这回就行了。人工第三锅经过调整后还算比较成功，紧跟着炒至最后一锅，到底谁能率先完成呢？最后一锅了，就这点了。我看见只有火。哎，这回的倒还可以。这调整了几次啊？调整了两次才做成这样。这最后一锅能做好吗？没问题。最后一锅了，最后一锅了，这全都能做完，剩下的，对，这怎么样啊？这个最后一锅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最后一锅，双方都不敢马虎，既要速度跟上，还要保证质量，最终能不能成功，都要看这最后一下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可以了，最后一锅，你还是比他快了，那咱们就看看质量怎么样了。我挑一个，啊，这个糖壳还是。挺结实的啊，这个稍微一点。哎，倒出来，怎么样？看着倒出来的质量？啊，稍微亮亮就可以了。也得亮一下。对，这个东西亮了。好，我现在来宣布一下比赛的成绩啊。速度上呢，李贺洲师傅拿手工炒的呢，速度明显是更快。对。但是呢，质量上呢，您前两锅炒的品相不好，你看斑斑驳驳的掉了好多。李亚洲师傅的机器呢，炒出来的都是一样的。对。应该从品相上来说，他的更好。您服吗？但是我的口感好。你觉得质量上您的口感好？对，这东西做出来最关键的还是要吃。到底谁的口味更好呢？我们随即找来几位大众评审，让他们来品尝品尝。两边的都品尝过后，看究竟是哪边的口味更得人心呢？觉得机器做的好吃的举一下手好吗？好，
我看有六个人里咱们有四个人都觉得机器做的好吃。这机器的口感怎么样啊？你觉得为什么觉得好吃啊？口感挺好的，然后那个糖挺均匀。哦，你觉得糖均匀，那你觉得呢？这个为什么机器的好吃呢？糖挺均匀。你就觉得糖均匀是吧？你们二位觉得这手工做的好吃？嗯。为什么手工做的好吃啊？吃的酥吧。吃的酥，就因为糖厚是不是？里边有点面，有点面啊、哦！你觉得手工的好吃？好，六个人品尝了一下，只有两个人觉得您这个好吃。您这服吗？这回？我现在卖的是山楂的比较好，卖西红柿的卖的是最好的。拿西红柿做糖雪球，他这个肯定做。觉得自己手艺了得的李贺洲哪肯就此服气呢？这不，又提出新的问题来。没炒过啊？确实，这个西红柿能炒出来。我们现在卖的特别好。西红柿好炒吗？难度很高，比山楂的高多了。比山楂难度高多了。那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，看西红柿炒出来什么样，好不好？李亚洲怎么也没想到，又凭空冒出个新花样来。这西红柿皮儿薄汁多，想来定是不好炒的。啊，这个熬的糖跟那个山楂的有什么不同啊？这个要比那个低，而且这个精度要比那个精细。它就是皮比山楂薄的点。哦，皮要山楂薄得多，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要破皮了，一出水就炒成了。由于西红柿皮儿薄汁多，因此无论是对火候还是对炒制的要求，都要比山楂高。哎，我看山楂挺匀的。是，但现在已经掌握好了。已经掌握好了。当年是练这个的技术的时候，也费了好大劲儿吧？肯定啊，扔好多呢。扔好多这西红柿了。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这锅也可以。你觉得您的锅也可以啊？我在这温还温度稍微往下调点。李亚洲觉得，通过自己的观察，只要将温控调低一点，也可以做出西红柿糖炒雪球来。初次做西红柿糖雪球，机器能够把握准确吗？好像那个表皮上已经挂上一些那个什么了，糖稀了是吧？没有完全都成型。虽然控制的火候没有破皮的现象，但是无论机器怎么转，它好似都无法成型。定不了型，那个定不了型。您觉得呢？够呛。够呛。那要再转火还行吗？再转也没有。直到出锅，西红柿上面的糖依然没有成型，软趴趴的贴在果皮的外层。我就说你这仪器不行，这个也就能炒炒山楂的。本想着已经站在成功的大门口了，谁知就在跨最后一步的时候，又遇着一拦路虎。看来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。冯老师，你看这机器没问题了，但是呢，一做西红柿问题又出现了。我这是拿来了几种小水果，我们把这几样水果扔进去，然后捞出来以后，我们看一看这个煮的情况。好嘞，先放山楂，都放上啊。小西红柿还有这个葡萄，现在这个水的温度是不到100摄氏度，嗯，但是也很高，也快开了，我看一直冒泡。那我们把这几个水果捞出来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几个水果被煮的情况。您瞧这山楂的皮儿已经卷起来了，这样呢我就很容易剥。哟，这西红柿你看你一碰它，它就啪断开了，然后这样呢整个一层皮全就下来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这个西红柿呢，它能够耐受的温度呢就应该比山楂要低一些。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葡萄。葡萄还是有点难度的，还是非常紧的。所以不同水果呢，它在这个受热以后呢，能够承受的温度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糖的温度只要控制好了，把这个水果搁里头一蘸，它既把糖蘸上了，又不破坏水果。好，那么面对不同的食材，我们的发明人是不是可以做出完美的糖雪球来呢？咱们一起再去看看。上次糖炒西红柿失败了，但李亚洲并没有气馁，潜下心来继续研究找解决办法。他始终相信他能做出一台完美的机器来。经过几个月时间的捣鼓，新一代的机器终于做好了。哎，你说我，您这回又改进好了？嗯，这改进好了，这不是不换了大桶了？一锅出三锅，一锅就那三锅多。咱这个现在可以变速了。哦，转的比人家那个快多了是吧？那有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慢速运动怎么办呢？咱这是可调的了，现在。哦，这个速度可以调了。
第三代糖雪球机容量增大，效率提升，搅拌桶可以变速转动。在制作糖雪球的初期，高速转动可以防止糖雪球粘连，之后慢速转动，从而使糖浆裹得更匀。另外，温度控制系统可调节，可以应对不同食材对温度的不同需求。新机器终于做好了，我们依照从易到难以及制作不同食材对火候要求的不同程度，分别用它对硬度较高的山药豆、稍软一些的葡萄以及皮最容易破的西红柿来进行测试，结果全部过关，每一样都非常成功。我们的记者一一品尝，吃得不亦乐乎。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软的。这个时候，李亚洲又想起一个人来。哎，姑娘，过来一下吧，我这第三代已经出来了，炒的效果好。打完电话，李亚洲在院子里一顿折腾，他这是要干嘛呢？只见打远处走来了三个人，这不是他堂弟李贺洲吗？怎么一左一右还多了两个人？这是要来比拼了吗？这边李亚洲和记者也早早的在门口迎着了。哎，兄弟，怎么带他们俩来了？啊，今天我带两个高手过来给你比比。高手，您自己不动手了今天？啊，这是我们村做糖葫芦做的最好的，做糖葫芦最好的。糖雪球呢？糖雪球也一级棒的，也一级棒的，比你水平要高，比我水平高多了。这位呢？这个也是，也是高手，对，肯定能赢他今天。那也没问题。那行，咱们入场准备一下。哎，行，家伙都摆好了。好。这一次，李贺洲带来了两位高手，空气里氤氲着浓浓的备战气氛，一场大的较量即将展开。我们一共准备了100斤的这个小西红柿。你不是说这西红柿最难炒吗？是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全部都是西红柿。你们觉得今天谁能赢呢？我能赢。你觉得你能赢？啊，肯定能赢。我觉得我们能赢。你觉得你请来的高手肯定能赢？对。我看大家都有信心的，那咱们现在开始。号令一发，大家都迅即忙碌起来。这次总共100斤的小西红柿，机器50斤，两个人工共50斤。一台机器，两位高手进行最终的效率及效果对抗。而今日天公不作美，早起的时候刚下过一场大雨，空气湿度较大，这对糖雪球的成型也有影响。不知今天两边能否排除干扰因素，做出理想的成品来呢？他刚才说他今天肯定能赢你们，您相信吗？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技术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技术不怎么样。他以前学的还是跟我学的呢。啊，他炒糖雪球跟你学的？炒糖雪球跟我学的呢，他技术不行。技术不行。对。所以您觉得他做个机器也赶不上你？对，做机器也不行。原来李亚洲之前是跟着这位师傅学艺的，由于没出师，就算如今做了机器，师傅仍旧不相信。那么今天再加之天气的原因，李亚洲的机器能较量得过师傅以及另外一位高手吗？哎，您这是做什么呢？我从来好像没见过这么看这个糖。你这个是不是糖到底行不行？越磨越发白，一发白就行了。哦，发白就行。这现在您这熬的火候差不多了。火候差不多了。两位人工师傅的糖陆续熬好，西红柿都已经下锅开炒了。状态很好啊，炒出来的样子很好。对，很好看。能不能成现在知道吗？能成。能成绝对。必须的。名不虚传，果然是大师傅。这第一锅虽有天气的影响，但是两位都炒得相当漂亮。您看人家这做的怎么样？做的挺好。做的挺好。嗯，我看做的量有点小了。哎，您这个报警了？啊，我这方也行了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行量。啊？我这定他们量他量的时间长，我这个马上就可以了。呵，您这一次倒的比他俩加起来都多。李亚洲这边虽然入锅的时间晚了点，但是他机器容量大，炒制效率高。看了刚才大师傅的炒制效果，不晓得机器炒制出来的能赶得上人工师傅吗？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啊？没问题。哎，这位师傅，您看他这怎么样？您觉得？不如我这个好。你觉得不如你的好？对，不如我的好。啊，有些地方不如你那么。我这个匀是。没你那个匀，确实。对，我这个火候嫩了也。我感觉我再调调。
你还要再调一下。再调一下，否则它炒的稍微慢点。看来这锅为了赶进度，稍微有点着急了。虽说没什么大的瑕疵，但终究没有人工炒的那么匀称，所以第二锅赶紧做出调整。人工师傅一边，第二锅已然紧锣密鼓的开始备炒了。李贺洲也按捺不住。这不就这个有几个不行的，其他都挺好。您料到他这机器有这样的速度和质量吗？没料到的。此时雨又稀稀拉拉下了起来，不知会不会对比赛有影响呢？雨里能炒这个吗？你打个伞得，不打伞不行。难度大了吗？难度大呗。难度大了。对。能炒出来了。估计没问题。估计没问题，您都说估计没问题了，这难度看来是很大了啊。难度不小的。今天这个下雨天对您这儿有影响吗？也有一定的影响。有一定影响，这样的天炒过吗？随着雨天湿度的进一步加大，两位人工师傅都要更加谨慎小心。而李亚洲一边认为机器智能控制应该不存在问题。啊，您倒了这么多，一下倒了大半筐了。啊，肯定是。那这回比上次能炒得更均匀一些吗？均匀。师傅，这雨又下起来了，您这能成型吗？能成型。而且我发现您这一次倒的非常多呀。对，比上次多。这是不是炒起来要难度大吗？会难度大呗。很快三个人的第二锅都陆续做好，这几乎同时啊。第一次您落后点，第二次这速度差不多了。嗯，下的雨太大了。下的雨太大了。嗯，来咱们看一下质量好吗？它这一锅怎么样？您看着这锅还行。均匀吗？这锅挺均匀的。这次这位师傅的，你看这位高，这个倒是有点不匀。对，放太多里边去，一下子人炒不了那么多，是吧？对，炒了什么？就是天气也不行。现在只剩最后一轮比拼了，因为机器和其中一位人工师傅都将最后的小西红柿倒入了锅内，只有另外一位师傅还剩下很小的一部分。眼看着到了比赛的赛点，最后即便是要冲刺，也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。那么最终哪方先完成，而且能够保证质量呢？都到这会儿了，两位人工师傅都是聚精会神，而李亚洲不慌不忙吃起了树上的枣来，看来是胜券在握才有这份闲心。不过最终还真是李亚洲率先完成了50斤的炒制任务，但是别急，还要比质量。50斤全炒完了，三次全炒完了，三次出锅了。哦，您也出锅了。对，我这炒完了。您速度让人家给反超了。咱们看质量，最后还得您这锅炒的怎么样啊？您觉得？不错，挺好的。我拿一个他的来对比一下，好像很像啊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对。那您看他的这个怎么样呢？还可以吧。跟你的比呢？我的比也差不多少。也差不了多少。看着是一样的。看着一样的，没什么区别了。没区别。那等会儿咱们找人品尝一下。嗯，行。好，来，最后这位师傅还在那努力呢，咱们看一下他。行了，也差不多行了。啊，但是您这西红柿还剩这么一些呢。对，所以您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了。是啊。是，行，那咱们先炒到这锅为止吧。咱们等会儿让大家品尝一下质量怎么样。好嘞。最终三个人都炒制完毕，我们找来一些村民进行现场品尝，他们会更倾向于哪方的口感呢？那您先尝尝，您先看一下，您觉得哪个最好呢？看看是这个漂亮多嘞，这个漂亮多了。那您每个都尝一下，您觉得哪个好吃？好吧。是。好。第一个和第二个感觉差别大吗？第一个吃起来比较均匀，比较脆，比较脆，外面的壳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好像感觉有点黏糊一样。有点黏糊。最后一个您还没吃呢，你尝尝。第一个好，还是第一个好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差不多。你觉得差不多？行。第一位师傅更倾向于李亚洲用机器做的口感，那么其他师傅会给出什么样的结论呢？你反而觉得机器好是吧？为什么呀？这糖的火候掌握到一定的温度，一定炒出来就好。您喜欢吃哪个？人工的这种吧。他
这个糖比较软一些，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这炒的为什么是软的？您也炒过，会炒是吧？对 对, 对, 对。为什么会比较软呢？它这个火候小一点。喜欢第一种糖雪球的举手，我看有几个。哦，一共两个人只有。喜欢第二个的举手。哎呦，就你一个人。那喜欢第三种糖雪球，这个机器做出来糖雪球的举手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个人。特别是您也觉得这个机器的好吃是吧？对，炒出来均匀了，尝着也口感也挺好的。最终，比亚洲的机器无论是速度还是口感，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机器采用可以变速的搅拌桶，使果皮外层的糖浆裹得更加均匀，同时温度可调节，可以针对不同食材准确把握黄金火候点，大大减少了人力付出。李亚洲发明的糖雪球机采用电子温控系统精确控制温度，提高了加工的成功率。其次，采用了变速滚筒来提高了加工效率。应该说机器已经非常好了，如果要进一步改进的话，现在放料部分还需要人工操作，如果也改为自动化会更好。好，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。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。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，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。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道什么样的特色菜居然要花4个小时制作？它的味道究竟如何？一台新型设备号称能10分钟做出同样的菜肴，它能成功吗？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巧气成锅。几秒钟就能产生蒸汽，发明人运用的是什么巧妙的设计？喷气口设计在锅底，汤汁倒流怎么避免呢？鱼肉、鸡肉、猪蹄、牛筋，一口锅能统统搞定吗？火锅、高压锅、大珍贵，面对挑战，他又能否一次次顺利过关？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巧气成锅。